不用想了，不用想了，进化不了。体量吧，不要。他们就要是这个样子，维持这个样子。啊不，我忘记了。哦，猜猜看，谁是我最讨厌的小孩？有一天呢、啊，待会喝水，可能就会问我说：“爸爸爸爸，为什么待会一郎、待会二郎、待会四郎、待会五郎都在我们这边，为什么就是没有待会三郎呢？”儿子，我不想提这个，它是一个错误。找三郎找你报仇，又是另一个故事了。然后他就向整个帕迪亚地区放火，我要看到这个地区燃烧。难道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爱你，没有你爱的人吗？没有你想要留下来的事物了吗？我原本有爱的事物，但是他放弃我了。从那之后，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是值得我爱的，在这个帕迪亚地区。